睡觉，好，男生在一起过圣诞，今天一定是很不一样的一天。他们很不一样，你们今天虽然空手而来，但是我们期盼你们今天一定可以拿到圣诞节最美好的圣诞礼物回去。什么？今天有圣诞礼物？我们都有预备哦。太棒了，太期待了。嗯，今天你们每一个人绝对不能错失拿圣诞礼物的好机会。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三一堂的联合诗班为我们带来三首圣诞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也不知道冲哪去了。Thank you.
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息。对啊，走到街道上就是可以听到很多很多耳熟能详的圣诞诗歌，而且每一年怎么听怎么听就是那几首，就是那几首，怎么听都听不腻。对啊，哪几首啊？天啊，这一首你听过了吗？叮叮当，叮叮当，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叮当多么吉祥，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为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叮当叮当，铃声多响亮，叮当叮叮当，叮当多么吉祥，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为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
慢慢的回到座位。我们的阿公阿嬷真的很棒。其实啊，当我们家中的长辈啊，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愿意来侍奉神，将他的声音献给神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的笑容特别的可爱。是啊，感谢神赐给我们阿公阿嬷们都有一颗最喜乐、最年轻的心。嗯，其实啊，我们教会啊有很多的不同的诗班所组成。刚刚我们第一场看到的是联合诗班，接下来看到我们长青的诗班，接下来是我们教会当中最漂亮的一群姐妹们要来为我们献诗。哇，那我想一定很像天使的声音。当然像啊，其实啊，我们诗班能够站在台前为大家献诗，绝对都不是随便可以上去的。他们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练习，才有今天的成果哦。而且不单单只是唱给现场的来宾们听哦，他们其实是用心唱给神听，所以听起来味道特别不一样。唱给神听，意思是唱给天上的耶稣听吗？嗯，天上的神喜悦我们将最美的声音，将我们的身体都献给他。接下来我们姐妹诗班要为我们带来天使出报圣诞佳音，我们一起来欣赏。脸上的笑容是这么样的美好，这么样的平安。
可是我比较期待的是圣诞礼物啦。对啊对啊，我们一开始好像有提到说今天会有圣诞礼物哎。对啊，我真的好期待今天的圣诞礼物是什么。香香，我可以问你一下吗？你有收过最棒的圣诞礼物是什么？我收过最棒的圣诞礼物啊。一个人。哎，啊，你好可怜，都没有收过圣诞礼物。是啊，平均姐有吗？有，我有收到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每一年都收到一个很不同的圣诞礼物，可是我讲出来，那个戏剧我会成功，就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今年的圣诞礼物，我希望可以支持送大家。哎呦，你都这样讲一半了，我会很想知道。我会成功。你们想不想知道啊？想。那我们问一下牧师，他有没有收过很棒的圣诞礼物？牧师不能讲，因为他也要把最好的圣诞礼物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有我们的姐妹诗班，之后呢，我们有我们的青年诗班为我们献上一首《响钟声》，谢谢。之后转得快，要到。想不想听？想。真的，这礼物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想要。
禁什么豆干也不能吃，豆腐也不能吃，也不能喝，没错，钱都贬值，通膨。我的梦想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诗的吗？诗什么老师阿叉诗啊啊啊七诗哎，不讲出来，不能讲出来，有气质在拍，有气质。好，比如说叉吃鸡啊，不管什么，就是那个你大家都讲出来，不能讲到媒体，就是那一台，对，我们今天有发媒体来。最近他们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就是那什么诗的，他说只要哦，你嘴巴跟嘴巴怎么样碰在一起，啊就有巧一万块。哎呦，什么东西？什么？等一下，我那个女生哦，年纪比较大，啊，我年纪比较轻，应该可以到两三万吧？哎呦，昏倒！不对，这是不对的，这是属于情欲的事情，是不对的。可是我都没有脱衣服，只是这样而已。不对不对，万万不可啊！平均姐，等一下，我就用一出戏剧来告诉你。情欲会有怎么样的下场？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三一剧团带来的戏剧《心中两个王》。是的。哎，还是好亮啊！知道吧？这是情境，是情境。哦，为什么？老是这么机车啊，还是那种红牌的重型机车呢。老爸老妈哦，思想啊也停留在满清末年。八股又失败，为我好，为我好，哼，我看啊他们哦，一个是为了学校的升学率，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让我像个书呆子啊！台新交算什么？我啊，身为校榜第一名，好学生中的坏学生，坏学生中的好学生，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反掌折枝，唉，西施那不公出来，小郎也在。我听见你的心声，我看见你的痛苦，老师。只不过只是对着学生乱叫的狮子罢了。我说你啊，不如就买台机车，早上带着妹妹跑山兜风，晚上可以带他们去夜店，然后去舞池里跳舞。到时候你还真的是无乐不作。青春就是要疯狂，而疯狂就是青春。我知道你啊，我也懂你。老师是为我好，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父母是爱之深，责之切。同学啊，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要好好把握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要系在你的心上啊。系在颈项上，你刻在心板上。我心灵固然是愿意，可是我的肉体却软弱了。他是读台青交，哎，我跟你们说，读台青交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是到田里台青交？哎，我跟
跟你们说，在这个世代啊，流行的是什么？男生羡慕，女生又爱慕，谁？我高富帅。我为什么是高富帅呢？因为我姓高，我爸有钱，我妈又把我生得这么帅，我当然叫高富帅啊。感情，感情不就是逢场跟做戏？女生出招，男生就接招嘛，这种国际礼仪大家都知道啊。像我这种条件的人，不就是我最好发挥的舞台了吗？对不对？对啊，说的真是太动听了，我都要爱上他了。我是世界的王，我是你人生的导演。像你这种人才，我正要网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想要去爱，就多多的去爱，让那些爱慕你、欣赏你的人，想尽办法要得着你。你的关爱，就是要把他们都关起来。因为爱是占有，占有就是爱嘛，国际礼仪嘛。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啊，我也懂你，可是这种伤害人的事，我们万万不可以做，尤其是伤害人心的，那是不行的。圣经上教导我们说，爱，爱是什么？爱是舍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还是要常以为亏欠人。你要人家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呐？跟你说，我心里啊。不管是愿意，但是啊，我的肉体还是软弱啦。然而，当之强做事业呢，就是要成就。像我，随时带个几百万现金在身上，这可不是麻将哦。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好的成就呢？当然是要靠我智慧啊。第一，就是要先干掉你的竞争对手。第二，就是要做掉你的老板。然后自己当家嘛。第三，当然就是要丢掉那老是控告你的良心，去生产竹淀粉，提炼收水油啊。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你们给我等着，我萧金豪会在富比市声名大噪的啦。说的真是太棒了，老板的见解真是独到。若世界上没有让这么多女工憋尿，哪来的产值？若这世界上没有多这么多劳工被操到跳楼，哪来的效率？哪个有钱做事不狠？想必大家都是有钱的。哪个有钱不是开双宾、娶娇妻、买豪宅、炒地皮吗？俗话说，无奸不成商，把握时机，埋没良心。我知道你啊，我也了解你，我也懂你。可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你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人还能用什么来换取自己的生命呢？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私欲
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不要犯罪啊，我的朋友。我们的神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是公义的神啊。不要犯罪啊。唉，我呢，心灵固然是愿意啊，但是我的肉体却软弱啦。不笑，不笑给的，不笑给劝揍。这就是他，对，这是他的特色。终于又到了放榜的日子了。身为校牌第一的我，当然就是要看看我到底是上台新交的哪一所。什么？文大？没有。文大？没有。台大？还是没有。清大？没有。交大？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天哪，我该怎么办呢？哎，你绝对有。我看你现在就是头大了，在玩嘛，你再去买 BWS 屁孩神车嘛，我看你哦，要去农场抬青椒啦。我离开。没开心一家。超帅，高富帅，高富帅，凤梨。比何守正还飘逸，讲笑话比诸葛亮还有趣。哎，怎么你们现在？喂，这只比较贵。哇，这不是我们之前非常帅气的万人迷高富帅吗？哇，你是怎么了？哇，怎么矮了半截啊？你的蓝宝坚尼呢？哦，看这情形，撞成一滩烂泥。哎，来，让我们看看他的挫样。哎，哇，断了，只剩一根手指哎！哇，虎克船长哦！不要失望，不要难过，只要肯改过，神从来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对敬畏他的人慈爱也是何等的大，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瞬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要欢呼。耶稣爱你，你愿意和我去一个蛮有喜乐的地方吗？
成了极大的轰动，因所造访非洲各友邦的酋长，皆因肠胃不适的症状，国语叫做拉肚子，韩语叫做拉塞，现在都在住院治疗中，经严格缜密的检验，病源是出自于所赠送的伴手礼，金氏凤梨酥。本凤梨酥由阳明国际的金氏食品集团所制造，经检验查出有馊水油、涂淀粉及过期奶粉混合而成，香味四溢，毒性却很强。本国医疗团队正赶赴非洲抢救，希望能将病情控制，以便我国总统能平安回国。刚刚没看，以上新闻由三一新闻台独家报道。对，已经推到你，他想太远了。财务报表啊！我的心脏，心脏在中间，哇，这不是我们的金大老板、金大总裁吗？我看啊，他现在的心情就像坐云霄飞车，荡到了。我看你就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然后自杀。人家食安有30亿可以捐，你有吗？哎，死一死比较好，政治责任才能负嘛。嗯，你给我等等等等，我没有等等，我自己走。只要你肯悔改，圣经上说，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只要你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诚实面对，勇于负责，他一定会赦免你，而且会帮助你。你愿意跟我到一个充满温暖和安静的地方吗？我愿意。Thank you.
石头根本是个道具，就是你看不出他不会 show off 自己，那也不会抢镜头抢话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呢，就是如果是他的戏份出现了，或者是他的 challenge 他的挑战来了，或者是他现阶段的任务来，你就发觉突然间他就变成一个有血有泪，一个有光有热的人，就是他活过来了，就很有生命力。我觉得杨威啊，他跟比较不认识的人或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哦，他通常都会比较沉默寡言，看起来就是很冷静，有一点距离感，会让人有一点点怕怕的，因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呢，其实他很爱讲话，而且很喜欢讲话。他是我认识男生中哦，他那个很会碎碎念，可以跟我爸爸不相上下的人。他有一个特色，是他很诚实，他对什么事情都是一板一眼。第二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不会怕他背叛你，不离不弃，一定挺你到底。当你他认为你是我的朋友，他会帮你帮到底。他其实赚够义气，他是非常细节的一个人。他可能你可能随口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可能就会记得，然后帮你去完成那个事。Peter 是我从认识到现在，他每次我的生日前一定会送他的花，他是很细心的一个人。你知道他最喜欢周杰伦，他每次去唱歌总是唱新的歌，哇塞，厉害！我觉得哈，这个，我等等，我觉得这个不老哥，但他心很年轻。我觉得少哥他是有一个独特眼光的，他会看见市场，少哥是会看见市场的，他会让50块变成20000块，20万，甚至200万、2000万，他就是让你有这样看见的，他看中了，他看到了，然后他就去行动。而且少哥他是一个行动派。他说：“我跟你讲，天上那个主播，未来就是我老婆了。”我说：“恭喜你啊，很好。”他说：“但是我还没有认识他。”我觉得他是花了一个10年的时间再去选择他未来的伴侣，所以当他觉得说这个就是我要娶的人的时候呢，他就发挥他的行动力很快。我就说我们半年订婚，10个月就结婚。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补充说明，就是说那少哥是非常有眼光，是因为要不然他不会娶唐德龙。有一阵子这个整个建筑的景气比较不好，然后他突然跟我讲说他要去念硕士。我心想，你虽然看起来像博士，可是你的样子不像念书的样子啊。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把硕士给念到了，他6个月前，那他也把博士拿到了。他非常有坚持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吓我一跳的。
他考了两次啦，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总算考到我们学校。那在求学过程里面，因为可能毕竟跟他熟了以后，他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除了尊师重道之外，他还有一颗对学问追求的一个执着。我演过很多商人嘛，我是演员嘛，那我们今天的企业族就是快很准。那少哥有快有准，可是他们狠的那一块是没有的，就是他的里面有一个真，就是当他看到哪里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义不容辞，他愿意付上代价，他宁愿让朋友占便宜，他也不会去占朋友的便宜。杨威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分享的人，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他有什么好东西他就会跟别人分享，我们说吃啊，他觉得好吃的东西啊，这些或是你会发觉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总是第一名，很敢给。可是我觉得他抓到了耶稣的告诉我们的精神，他就是愿意帮助，而且他不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我在帮助，他给你感觉就是我就是你的朋友，我就是很愿意做这件事情，你不欠我什么。这我觉得他最成功的地方，也是最美的地方。我家生命中的特质是那个Emerson，就是一个很 Emerson，很纯真一个很纯净的人。我觉得他能够到现在还能够保持这个特质，其实我非常感动。自从有了小三后，那个笑容更不一样。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杨威呢，在孩子的心目中呢，就好像刚刚这种中的婚礼，就是他常常会给小孩子带来很多的很美好的梦，然后让这个梦想成真。像呢，你看，他去美国，他就带了这只大蜘蛛回来。好，这个蜘蛛是电动的，是遥控的，是会走。他用这个蜘蛛去吓他的儿子，一岁九个月的儿子，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他常常就是这种赤子之心，童心未泯，很可爱。牧师、文道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三一堂，尤其是在今天的特会里，有机会和大家来聊聊我人生中最戏剧化的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也是一堂十二年的课。在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与收获之前，我想先简单的说明我的人生的前半段。我来自建商的家庭，我的一位叔公是叫邵恩新，在座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他以前是台北县长，也当过台北市长。可以看得出我们邵家在三重是有地位和声望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亲建设公司里面担任副总经理，家住在当年号称台北第一豪宅的的故宫对面的至善天下，还娶了新闻主播当老婆。但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人生最风光得意的时候，一场经济的风暴，家里十几亿的资产全部都赔在股市，几栋的豪宅也全都卖了，一夕之间
我不但一无所有，还负债了千万。从云端跌入人生的低谷，我到过动物园摆摊，卖过无尾熊的绒毛娃娃，也卖过香草猪的猪肉，也卖过减肥食品，做了一二十种的工作，到最后都是一事无成，也没赚到多少钱。不断的被失败打击了我，曾经想过从高楼跳下，一死百了。好在当时没有真的做出这样的傻事。后来为了有一份工作，我请妈妈帮我向亲戚借钱，和朋友成立了一间环保公司，买了一台垃圾车，请了一位司机员工，开始进入了废弃物清除以及资源回收的这一行。12年前，我在台北科技大学收垃圾。12年后，我从台北科技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12年前，我是一个负债千万，曾经想要从高楼跳下一死百了的人。12年后，我拥有雅比斯、西罗雅两间建设公司。在大家的眼中，我是一个被上帝奇迹式翻转、蒙神恩宠的人。但我今天不是来展现或是炫耀我如何从一个收垃圾的人摇身变成两家建设公司的老板。当然这些都是恩典与祝福，但在看起来一帆风顺的背后，这12年来我同时经历了被神熬炼的过程。然而是祝福呢还是苦难，需要信心的眼光来做决定。这个深刻的体认是我经历三次创业过程所学习到的。先来谈谈第一次创业，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环保公司。民国91年，当环保公司正要上轨道赚钱的时候，在我们的司机在内湖红袜展收垃圾的时候，当时在厂区里面的一个员工骑了一部摩托车，自己没有注意就撞上我们公司的垃圾车。那即便是对方撞到我们的车，但是最后还是要赔偿家属280万。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造成公司巨大的财务亏损，最后也只能被迫卖掉这间环保公司。然而在经营环保公司的这3年当中，我每天晚上都很恐惧，整夜都睡不好觉，因为经常半夜会接到司机打来的紧急电话，说垃圾车突然坏掉，不能去收垃圾，我必须立刻出门去解决问题。但车子的机械维修我是一窍不通，运气好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它就修好了，但碰到运气不好的时候车子却完全不能动，我只能整夜陪着司机聊到天亮，隔天一大早还要向60家的客户一个一个打电话道歉，而且常常被骂到臭头，也得忍耐。虽然这已经是10几年前的噩梦，但不想再像这样一夜整夜睡不安宁。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个习惯，晚上10点以后就关机。被迫结束环保公司以后，我开始投入了中古屋的投资。前2年做得还不错，还清了上千万的债务。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我顺手的时候，却发生了海沙屋的事件。当初我出信主，在一个安居街的一个中古屋的物件，这个物件是我向上帝祷告求来的，很顺利。
我买到这个物件，部分装修后卖掉，赚了140万。我遵守十一奉献，拿出14万给了教会，但没想到买方把房子里的隔间墙全部打掉以后，却质疑说这房子是一个海砂屋，坚持要打官司。在一个主日中午的爱宴，宇正牧师问我说：“杨威，最近好吗？”我说：“不太好，因为有人要跟我打官司。”接着牧师告诉我说：“打官司不是你一个人打，是你全家人陪你一起打。这个可能长达2-3年的官司，会每天影响你的思绪，还有情绪，你还要打下去吗？”当下我立刻出去打电话给买方，告诉他我们和解，我愿意退还所有的钱，只要求把房子恢复原状，但对方却不肯，我也退让了。好好的一间房子就被打得面目全非，而我也不忍心回头跟卖我房子的人求偿，因为他是一位80多岁的老妈妈。当初卖房子给我，就是为了要给两个儿子还债，所以最无辜的我扛下所有的责任，最后倒赔100万卖掉。这个物件是我祷告来的，也十一奉献。神为什么让这样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心里其实是充满了疑问和不解。结束了中古屋的投资以后，我沮丧失望地回家，告诉我太太说：“对不起，我又失业。”还是我们再相信他一次？不要，试试看吧。这个意想不到的海砂屋事件之后，我开始思索着，做中古屋买卖虽然利润很高，但是潜藏着看不见的风险。但如果说是新盖的房子，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感谢上帝。关了一扇门，却开了一扇比门还大的窗户。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家原来是非常的富有，但因为父亲在股市里豪赌，赔光了10几亿的家产。当时我非常的气我爸爸，有5年之中，我不肯回家，也不跟父亲讲话。我结束了中古屋买卖的事件以后，发现还是应该回到建设的本业，但一个建案从买地新建到完成，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虽然我们父子多年不讲话，但当我妈妈告诉我爸爸我的想法以后，我的爸爸拿出了他手中最后一块土地，也就是一直卖不掉的这一块土地，让我向银行来贷款，支持我创业。由于自己没有建设的团队，于是就和认识20多年情如兄弟的这位朋友一起合作，在大直投资了一个建案。这块土地还是我建议去投资买下，但没有想到对方想独吞利润，竟然用计谋把我踢出这个案子。后来这个建案赚了2亿元，我原来有40%的股权，我应该可以分到8000万，但最后却1毛钱都没拿到。被好朋友出卖让我非常的懊恼，但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年老又重病的父亲，从支持我创业的第一天开始，每天都很欣喜地问我是不是找到土地。我一直不敢跟父亲说真实的状况，我好怕父亲会因此难过而加重了病情。当经营环保公司与中古屋投资时，都是在开始顺遂的时候就被迫退出，而朋友和我投资建案的时候才刚刚起头，
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然而一切都是在神的奇妙计划，我开始了第三次创业，成立了雅比斯建设公司，这是宇珍牧师帮我想的名字。雅比斯的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而雅比斯建设同样是在苦难之中孕育诞生。当被知交朋友出卖以后，当下我振奋自己，我不想再靠任何人，我必须有自己的建设公司以及团队，因此有了雅比斯建设公司。这一段重新创业的过程有几个关键，都是因为遇到挫折被迫转变，当时很痛苦，但是当我走过之后回头再看时，发现这些看来倒霉糟糕的人事物原来都是上帝埋下的伏笔，被隐藏的祝福如同雅比斯的祷告，被神应允成就。不过听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神既然无所不能，为什么不创造机会让我直接回去做建商？为什么要让我先从中古屋买卖做起，让我学会这样的本领？但走过以后才领悟到，原来是要我在合一堂的建堂施工上有份。景美合一堂的两栋大楼，其中的大栋楼原来叫汉神百货，小栋楼则是叫巨星戏院，因为经营不善倒闭，成为了法拍屋。在2008年的3月，合一堂建堂，看到了这栋小栋的建筑物要卖3楼、4楼、6楼，总共有3层楼，开价1亿5千万。当时的宇珍牧师约我到现场去看房子，他并且告诉我，教会的执事会已经通过了授权，杨威，你说买就买，你说不买就不买。顿时之间让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但当下我就二话不说，立刻和牧师指使细节，从楼顶看到地下室。看完后我告诉牧师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物美价廉，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应该就是上帝要赐给合一堂的。不过当时的中介公司开放了这个物件已经将近4天了，有10-20组的客户看过，当中有不少有兴趣的客户。我则建议宇珍牧师务必要争取第一顺位的权利，但由于中介公司要求斡旋金必须要750万，因为不认识这家中介，我则建议牧师50万，最多不超过100万。就在双方为斡旋金的金额谈不拢时，我们表明身份，告知我们是教会的人，教会要买，教会是做公益的事情。对方中介的总经理他说，哦，原来你们是教会的人，我有一个十分让我头痛的小孩，最近他的朋友邀请他到教会去，很奇妙，整个人改变了，变乖了，也变懂事。宇珍牧师接着问，那个教会是在哪里？中介公司的总经理说，好像在青年公园附近。宇珍牧师接着说，教会是不是在地下室？他说，你怎么知道？宇珍牧师接着说，他是不是姓董？他说好像是，因为他就是我的哥哥，他叫董宇光牧师。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听到以后二话不说，让我来帮助你们，但为了展现诚意，斡旋金至少要100万，这样我才好跟买方沟通协调。
然而当时教会只有现金2000万，而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是一个很有钱的教会，他可以直接用现金买，但最后竟然是何一堂买到的。当时我提供中古屋买卖的经验，告诉教会抢先付下斡旋金，取得了第一顺位购买的权利，最后顺利的买到。我在中古屋市场做了2年以后，回到建设业，成立的亚比斯建设，从零开始。我向神求一块土地，还有一间办公室，神就一一的应允，并赐下承德路一整栋，包括土地130平，还有地上的办公室360平。除了我们公司自用以外，每个月还有24万的租金收入，扣除了利息以后，还有14万的租金收益。公司并从大直开始的第一个建案，这时候何一堂为了继续再买这里大栋5楼跟6楼，还有小栋的5楼，一共要1亿8000万，必须要卖掉教堂土地。不过要买教堂的土地，建设公司必须要先借给教会1600万的定金。如果教会买不到这里，教堂的土地交易就不算，同时必须要给教会半年的时间来搬迁，半年以后才能交地。当时和何一堂接洽的元大建设并不同意这样的约定。以色牧师告诉我这件事以后，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下立刻告诉牧师说，我们亚比斯建设公司愿意借1600万给教会。但宇正牧师坚持还是要行使上的签约。回家后我越想越忐忑不安，如果谈成了，亚比斯当时投资的很多的建案还真的拿不出这2亿的现金。不过我有80%认为，以教会出的价钱铁定是买不到，因为一年前教会以每平19万左右买到了3层楼。一年以后，当时的房地产景气依然是非常的不错，教会却希望用每平18万再买3层。我心里想，成交的可能性非常的低，请原谅我的小心。结果以史上最低的天价居然买到了。教会这里欣喜若狂，但对我而言却是烦恼的开始。我可以失信，但教会绝不能违约。这2亿就算贵了借，也要借到。屋逢天漏连夜雨，不但不知道从钱从哪里来，更可怕的是，我发现为什么元大建设不买旧堂的土地，因为旁边有一个26平的新地的空屋。如果对方是钉子户，不卖这个建案就很难盖，一时之间旧堂土地成了烫手的山芋，也可能是压垮亚比斯建设公司的重担。接下来我真真实实经历了100天的信心大考验。谢谢，不好意思，年纪大了比较脆弱。接下来这一段是当时的教会和牧师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首先，麒麟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就在这为这件事烦恼之际，上帝差派了一位天使，他好不容易帮我联系上住在美国的屋主，着实帮了我一个大忙。透过他与屋主几经的谈判，亚比斯最后以极高的代价买到了这个26平米的土地，而对方开了高价，而且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价钱，1块钱，而且是1块钱也不可以，不愿意降。签约以后才说是香港算命师黄大仙给的数字。我心里想，什么黄大仙？你应该感谢的是耶稣才对。其第一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这2亿的现金从哪里来？当时的资金短缺了3000多万，于是我开始向亲友来借调，但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拒绝。另外一方面，我十分的感谢我的太太德荣，她愿意和我同心帮忙调借资金。就在要付第二次款项的前夕，一大早德荣要去拿预借的现金，但回家以后，他到家以后，我发现他却没有拿到钱。我记得那一天是5月5号，是我和太太德荣的结婚周年。回家以后，德荣情绪崩溃的大哭，对着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向人借钱？”当下我答应他，我不会再找人开口借钱。但当时我的户头只剩下4万块，4天以后要回给教会。对不起。4天以后要汇给教会1200万，我心里却是不知所措。不跟人借钱要从哪里来？就在这一个金钱的时刻，宇正牧师的特助家境打电话给我说，教会要延后2周才支付购物款。教会这里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状况，是上帝给了我2个礼拜的时间来筹钱。因为就在接下来这几天，突然有银行的业务员来拜访我，希望我跟他们的银行来贷款，帮忙他们有业绩做。于是我拿出了上帝当时赐给我的承德路的办公室来进行借贷。当时这栋办公室的买价是买了5000万，前前后后我已经借了3次，总借款是6500万。请银行进行来见价，银行的人员问我想借多少钱，我说你们银行自行评估，看能借多少钱，1周后给我答案。银行评估以后回复他愿意借我们公司1200万。天哪，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金额。就在要付教会的第二次款的前夕，很顺利的解决了问题。接下来还有第三次要付给教会的1800万，怎么办呢？向上帝祷告后的隔天，突然又有另外一家的银行业务经理来拜访我。各位你知道吗？我二话不说又拿出了借了4次钱的土地权证，请银行的人见价。我心里一面想，2周前才借了1200万，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银行愿意再借给我钱。1周后银行评估后告诉我，他们愿意借1800万给公司。感谢神，
在最后一刻银行拨款顺利拨款汇出解决的问题。这信心的100天，教会顺利的完成购物，亚比斯建设也安然度过了资金的难关。你相信吗？若不是上帝的作为，我这承德路5000万买的土地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向银行贷款了5次，最后总借款竟然高达9500万。我当时答应德荣不再向任何一个人借钱，这个承诺我做到了，感谢上帝让我学会了更灵活的资金调度，这也是我想都没想过的。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旧堂的土地的建案才开始要画设计图，没想到立刻碰到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我顿时又失去了信心，怕这个案子会赔钱，对不起我的股东，想先把土地卖。教会艺人，教会有一个弟兄是个建筑师，他帮我去找一些几个朋友过来买，但却没有谈成。我记得这位弟兄告诉我说，这是上帝让你没有退路。看来果真是这样，故事发展到这里，大家应该跟我当时的想法一样，旧堂这一块土地到底是祝福还是苦难。开始筹建旧堂的土地，我为这个建案取名叫亚比斯花园，因为这里就是上帝的花园，即便波折不断，我相信这里一定是上帝祝福的地方。一路走来真是充满恩典。亚比斯花园新建的2年到3年的期间，多次的遇到台风，结果台北市过门不入，平安的度过。这个案子是上帝的，对我而言更是倾全力不计成本，一定要盖出最好的房子。来参观过的弟兄姐妹相信都看到我的用心，甚至于最近等所有住户都住进来以后，才刚装完好的电梯，我就花了40几万，比照5星级饭店的规格，有机会邀请大家来体验。房子盖好了，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考验，要卖得出去。3年前，正是房市大好的时机，我记得合一堂的天慈传道很有信心地对我说：“杨威，不用担心，上帝一定会祝福你，2天就会卖完。”结果花了2年多才卖完。还有当时的天慈传道只说2天，如果他说2个月，我怕要卖20年。我们当时也是信心十足，这么好的建筑，再加上教会的余光牧师、宇正牧师、天慈传道以及教会的弟兄们总动员，帮亚比斯建设介绍很多很多的客户，再加上我们以传福音的方式来销售，例如印制圣经金句 DM 的广告，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告。里面的经句我简单的讲几个，用良神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诗篇第16篇第6节，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在以赛亚书32章第18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在箴言第10章第22节。1间房子大概要5000万，我们对购买的人，我们都跟他讲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贷款就不用担心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在诗篇第127篇第一节，印了这个第一页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到台湾大学附近各大教会的门口去发放，包括台北的灵粮堂、真理堂、怀恩堂、卫理堂、信友堂、长老教会，特别是士林的灵粮堂一定要去，因为那里有一位宏达电的王雪红，只要他一出手，相信房子很快就会卖完。我们这样的高举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很快卖光，并且卖到好的价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为神、为教会奉献的更多。但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先是卖预售屋，卖了一年多，一户也没有卖出去，真是错愕又感到挫败。建案通常是交给代销公司来卖，我们的建设公司是业主，并不需要担心，但为了帮助销售，我们力邀了好友李金玉主播与彭文正台大教授夫妻录制广告的广播的广告，买了飞碟早餐等等的几个热门的节目广告时段来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广播带。很有气质的房子新盖的哦，老公带你去看。那一定很贵，现在的房价这么高啊。但它只要大安区的一半哦。在深山里吗？在台北的金华文教区，离你们台湾大学只要3分钟。坐直升机哦？骑脚踏车只要3分钟。好，我是李金玉，我想把最好的分享给您。住台大生活圈只要大安区1/2价，雅比斯花园让您梦想成真，2934-8111，行动开屋，请下载第二萤幕 APP。老公，台大旁那个新盖好的房子，我去看了耶。我知道，到台大7-23分钟，大安区一般价格，我都会背了。而且啊，房子的周围有树海。我只听过赵树海，还有哪个树海啊？不是啦，我是说在这里开窗就是一片树海。哦，我是李金玉，分享我的新发现。台大雅比斯，大安区1/2价，全新落成，2934-8111，行动看屋，请下载第二萤幕 APP。果然周休二日来了40几个客户来看房子，但依然没有业绩，预售屋没有卖掉半户。既然房子也盖好了，雅比斯花园这个建案就直接改用成屋来销售，这时候的代销公司却放话要走，我们只好先代垫1200万的广告费用。这家代销公司又卖了4个月，总算卖出去的3户，而其中的一户，一楼这一户还是我们自己买下来。在这艰困的时刻，这家代销公司竟然真的抽腿走了，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我，压力大大，在传道师面前哭了起来。在牧师和传道师以及教会弟兄们不断地为我代祷代求，很奇妙，立刻有一间新的代销公司出现，还告诉我说他们早就准备好想要帮我们来卖。虽然有一个信心十足的团队接手，不过接手的这个代销公司还是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卖完。当然雅比斯花园结案后的获利比预期来的少，其中的一两位的股东还提出质疑，这不是上帝的祝福吗？为什么没有让雅比斯大卖，让所有人看到上帝的大作为呢？当时的我真的不断地在心里向神呐喊，
而在这看似上帝并没有祝福雅比斯的这煎熬的两年中，发现的三件事：我们在建案周边种树，找来了园艺的厂商种清风树，原来设计是八棵，后来变成七棵清风，而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另外，中庭水池的造景，原来请来了大师计划中设计的三条鱼，到最后变成两条鱼，再加上五个花波，如同5:2。在房子卖不好的沉重压力下，出现了这三件事。这是神告诉我们，他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他掌权。我顿时从害怕与无助当中得到了力量，继续等候神的作为。这一堂信心的课上到这里，我必须要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因为销售瓶颈，才能认清代销公司的能力还有真面目。未来更大的案子，我不会再交给这样的团队。当时一楼有一个客户看了整整半年都不买，姿态很高。正巧太太德荣怀孕了，顶楼因为我们自己留下了顶楼，因为九楼没有栏杆，不太适合宝宝成长，于是我们决定再买下一楼。好在当时没有卖给这个客户，后来才知道他是买了要给小三住的。雅比斯花园是个圣洁之地，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住进来？感谢神拣选我们，并给我们这个福分。三年前，谁会相信现在的房市会激动？神早就预知未来的景气会往下走。如果当时雅比斯花园大卖，公司一定会扩大投资，现在可能就要发愁了，后悔都来不及。神没有让雅比斯花园大卖，原来是上帝在保护雅比斯。确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已经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暗藏祝福。回头看来，我是来自建商的家庭，还是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建设公司，好像环保收废弃物的这一段人生发生的有点突兀。其实这更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因为做环保事业让我重新回到校园念书。民国91年，刚刚我说过了，我开始经营废弃物的清除公司，做起的垃圾清除以及资源回收的工作。虽然我只是要有一份工作，而选择了这一般被认为低阶层的职业，但即便是收垃圾，我也要做到最专业。因此就在同一年，我去考了二技的联招，考上了东南技术学院，就是现在东南科大的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从五专毕业，再次重拾书本，中间隔了15年，但因为是带着目的去念书，所以我有很强的动力，非常的认真来学习。我知道我必须要弥补专业与相关的证照，职场上才会有好的表现。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也顺利的考取以及废弃物清除人员的证照，但除了证照外，再回到校园进修充电，让我的人生有了意外的收获。在东南时，我幸运认识了一群老师，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最大。其他像当时的台北市的环保副局长也是我的老师，帮助我解决了许多公事上的疑惑。来自相关领域的同学也是最佳的同业伙伴，可以帮忙我的事业，合作也变多了，资源整合也更容易。此时我才体会到，念书是对自己最佳的投资。
但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第一学期收到了成绩单的那一刻，我竟然是班上第四名。从小到大，我常常第四名，但都是倒数。这次是真正的名列前茅，我当下感动得快掉下眼泪。原来我不是个不会念书人。之后的三个学期，我的名次只进不退，最后以第二名毕业。第一名的同学实在太强了。人生真的很奇妙。回想小时候念书，家里面有钱，可能念不好，但如愿考上，还和第一名差了0.1。念硕博班、职工博士是有门槛的，因为成绩符合条件，所以可以提出申请。我们常常羡慕别人有好的机遇，上帝为什么好像比较祝福他？但事实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不是空等运气，必须要付出努力。当顺利录取进局，进入了博士班后，我给自己设下了目标，50岁前取得博士学位。没想到竟然提前了2年，48岁就毕业。我从进研究所算起，我用了4年的时间拿到博士的学位，似乎从来没有人这么快。但我自己知道，这是上帝的恩手所成就的，过程中是很艰苦的。大家看我这一头白发，还有越来越稀疏的发丝，就知道老人家念书真的非常辛苦。4科博士资格考考完了以后，我至少老了5岁。还不止这样，我的眼睛因为拼事业又要念书，太过于劳累，得到了黑纹症。余光牧师还特别带我到医院，台大医院去看了门诊，非常的关心我，谢谢余光牧师。我现在看东西还是一个黑影，这是永远无法恢复。实现梦想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教授、博士，跟大家比起来，我的这一顶方帽子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从小就是家里面最不会念书的孩子，我姐姐是留美的硕士，而弟弟是念台北医学院，而我只是一个五专生。我还记得念小学的时候，成绩常常是班上的最后一名，老师要打人都先打我，同学们也常取笑我。我当时很喜欢班上一个成绩非常好又漂亮的学生的女生，但因为自己功课差，很自卑，连讲话都不敢跟对方讲。我太太在台下，所以就这一段要讲小声一点。国中念到国士班，我妈妈说成国术班，爸爸听了以后破口大骂，功课不好就算，还要学功夫打架。重考后才能勉强考上，后来念了五专，念大学一直是我人生的梦想。从一个从小被认定不会念书的五专生，到成为最快拿到学位的博士，这一段求学之路虽然无比的艰辛，但感谢上帝帮助我实现人生的梦想，更医治我心里的伤痛，拿走我生命中的羞辱。毕业35年后，我终于可以鼓起勇气，挺起胸膛，参加我的小学同学会。不景气的时候，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这12年来，这堂课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博士文凭，也学习到
不景气，最好投资就是自己；景气好的时候，就是把握时机，努力的工作赚钱。我认为职场上的进修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不进而退，则退。而念书与工作是能够相辅相成。像我在2007年取得的美国国际认证商业不动产投资师 CCIM， 它是不动产专业认证里面的，其他专业的属性属于硕士等级。我充分运用所学，让我收获很大。这个物件是在松江路338号的一个办公室，我去学 CCIM 投资了30万，但我买了这个物件，学会了这个技术以后，我投资这个物件2年以后，我赚了1800万，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同时和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这个礼拜三，我刚刚才正式接任台湾 CCIM 不动产投资师的协会的理事长。这12年的课分享到这里，我必须说，我们的神真是全知全能的人生的编剧与导演，所有的人事物的发展都是环环相扣，有精心而巧妙的布局。这一堂上帝精心设计的全能改造的课程，我已经上了12年，到目前还没有下课，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部分。最大的心得与收获就是，宇正牧师在为亚比斯松江路新办公室感恩礼拜时所给的经文上的祝福：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在46篇第10节。从小我就是一个会忧虑的人，总是眉头深锁，我常常会为未来焦虑烦恼。这12年来，上帝让我经历事业与课业的考验，事业上信心的100天，以及亚比斯花园销售的困境的2年，我必须要说，这个信心的课真的好苦，但也必须要赞美感谢神，我所得到的恩典与祝福更大。然而走过了神为我所安排的道路，一步步是踏实且无后顾之忧的。常常我们只看到眼前，以为是好的，却看不到背后的危机。唯有神是看全局，现在看来是苦难，或者是求不到，但其实都是神的恩手在保护，为了给我们更美好的生命。无论经历何事，一定要持守信心，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这12年，神让我碰到许多伤害打击我的人，但更赐给我许多天使贵人帮助我。所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懂得感恩的人才能 hold 得住幸福，同时眼光放远，愿意先付出。我常常选择先帮助人，像我的人生天使贵人住商不动产6张店的一个总经理。20几年前，我们公司只要有建案余，我都会交给他卖，都是我在帮助他。但到最后，我从中古屋投资要翻身东山再起的时候，所有的中古屋都是他帮我找。12年的课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想要分享。首先，当面对生活中的烦恼，就是想办法解决它，你必须要果断的拆解生活中的壁垒，小心的拆除引线，不应该继续的布垒。例如过去我曾经一天抽了2包烟，原因是玩股票的压力造成，
五年前我毅然卖出所有股票，没有压力，烟自然就不抽了。还有人常常说，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十五年前我们家因为股票破产，这些年来我一直很不服气，因此我专心研究我自认在行的银建股票。起初很顺利，但最终依旧不赚钱，连我最擅长的行业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我决定放弃了非专业的股票投资，老老实实的回到我在行的房地产本业。言教身教造就今天的我，我的父亲是我最感谢的人。我的父亲虽然已经过世，今年的父亲节我心中还是要送上这一份迟来的父亲节礼物，博士学位。我相信我的爸爸在天上一定会很惊喜，他这一个最不会念书的儿子居然可以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博士。圣经上说，孝敬父母得享长寿，我们真的是应该多留时间给养育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总会把最好留给子女，但如果没有父母亲把他们的人生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孕育可爱的下一代？在今天分享见证的尾声，我希望大家能多一点时间陪陪自己的父母亲，并且在物质上也要尽孝心。我们帮自己的小孩一件一件衣服的买，满足他们所想要的，但我们的父母更应该得到这样的回报。今天如同余光牧师所说，我们就像家人。我以一位大哥哥或弟弟的身份和大家聊聊这十二年在上帝的课堂中学到的人生功课，但愿对各位有所帮助。最后愿这一切的感恩与颂赞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父神。最后谢谢大家，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福。一直期待要得到什么礼物？圣诞节是平安的时刻。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需要平安，平安不是什么事都不发生，是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事。我们刚刚从我们邵弟兄的身上，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体会到真实的经历，就是平安不是你的人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风平浪静那叫单调，那叫无聊。平安是你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事情。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体会什么是平安，好不好？我们有圣诞老公公，好不好？他来带领我们，叫圣诞老公公进来了哈。大家都以为我讲的，我们有很棒的一些朋友哈，来，想要进来领我们去我们该去的地方，有圣诞礼物。